台北温泉季活动起跑，除了经典撞神轿祈福仪式外，丰富的舞台表演也是一大卖点。北投警分局特别邀请我爱冰冰秀的冰冰家族成员，包括台一线东燕、阿文、蔡雅露、尤娜、明亮等主持群，带来精彩的串场表演外，分局也组队登台热舞表演，参与北投地区的年度盛事。热闹的彩街游行，北投分局也没缺席，派出超猛警察大头娃娃和宣导志工，将入口停让及市诈观念透过游行沿线宣导。另外还在活动摊位上设计与犯罪预防常识有关的互动游戏，让民众借此认识各类新兴犯罪手法，大幅提升自我保护观念。北投分局呼吁，假日观光人潮众多，请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，配合警方疏导管制。另外，民众若接获不明来电，请保持冷静，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，沉着冷静，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北投分局借由参与地方活动，积极宣导交通安全、防诈等全国关注议题，呼吁汽机车驾驶人礼让行人，谨记一听二挂三查证等防诈三步骤，才能避免受骗上当。记者尤翔廷台北采访报道。